跟着正妹这样玩 ，Google 轰趴闹全台。抢攻暑假游戏旺季 ，Google Play 半趴啦！不像去年只让天龙人爽，今年前进中南部，集结超过百家开发商和合作伙伴，展示游戏、应用程式、图书和电影等 App， 现场免费玩到爽。聪明如你，可以学正妹这样玩，利用免费的 iSing 卡拉 OK App 大声 K 歌，不怕罚钱。今天别想太多，或是带上 Cardboard 体验最夯的虚拟实境，也能打开 Just Dance Now 舞蹈 APP 来个多人尬舞。Google Play 行动嘉年华将于7月15日到9月4日期间，每周五、六日会在台北、台中、台南和高雄指定地点巡回，现场体验还能集点，有机会获得行动电源、游戏续保等赠品。Google 希望借由体验活动提高 App 下载率，更期待大家丢掉手中的 iPhone， 换上 Android 手机，让市占率节节高升，让开发商更有赚头啦。动新闻今年奖品缩水了，报道。